看了吗？我觉得他们眼睛有点像。他们叫大滑雪场，那上面写啊，加眼的，大滑雪场。反正你觉得要完整记录要拍啊，没差。完整记录苍蝇头，你先啊，还是要去？我也不知道，这里也有人在上课。
对啊，正常吧。正常吗？对啊，我看开始了，13秒。我只有 B 啊。因为它本来就是开机的、啊。它不会自动关机啊？我把它跟我把那个自动关机关了。不用啊，它一直在充啊。它一直在充啊。对，它一直在充。好，谁要先？要我帮你录吗？不用。不用吗？不用，都不用。都不用。就。你怎样了？不会啊，我也没跟你啊，我刚刚没跟你，我刚刚没有在跟你，我只是在练习我的动作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在试着转斜板，然后发现我的左脚后面会卡到。左脚后面？因为你本来你就铲了一下才去卡它、啊，你现在就铲了一下、啊，对啊。啊，只滑一次啊，只滑一次啊，然后下去以后要冲去西管山的那个后面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刚重心就跑掉了，我一扭，刚那一下就是一扭，就是扭的乱，身体重心怪怪的，这样，上半身要朝下。你自己下得很轻松吗？还好。嗯，我已经习惯这个姿势了。
还是没力。好像天变黑了，哎，很黑呢。觉得今天滑够了，过了，够了，不然顶也不是啊，就觉得就这样滑，嗯，如果我觉得滑不够，还要滑一点，多滑一下 family， 但是也还好吧。你说就回家了，就是一路回家，你还要停下来多练。嗯，我觉得练够了。对啊，你呢？我都可以。嗯。我只是第一天的时候，膝盖是一滑，真的是痛。很明。那我觉得死定。我今天就滑。之前我是这样举一下，举起来还好，放下来的时候膝盖很痛。嗯。就。第二天我今天还好，我今天摔倒了之后。嗯。是痛痛，然后是整个趴下去，我没有去折到脚。哦、我吓死了，还有会跑，就是趴在地上。你要咔一声很大声，然后砰，板子就飞出来了。那很好哎、欸，我们那个 DN 值刚刚好。摔。也没有到太软。也没有啊，我们除非练小转练到很厉害，需要跳馒头很坚硬才会需要上升，不然的话可以一直维持这样。不是啊，我是在想哎、欸，有点想把它，是不是该去动一下？太重，都不滑。嗯。不然你可以有没有沾到血啊，默默？现在没有。有没有充电？我不知道。他现在说他有一半的电。他又没有充电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充啊。
啊？这样的？一样的 mark 啊？应该有了。看来还要继续叫。不会吧？哎，今天雪崩的地怎么没写比较多？还是一样啊，裂开了。对啊。好，去下个缆车站。对啊。下雪了。你怎么了？包包卡到。好。你说刚刚右边的那条路吗？对啊，有滑过啊。好像没有，我们之前滑是从哪边下来的？哎，有啦，我们从那边下来的吧？啊？我们应该是从那边来的吧？那边上面有下来过。应该有吧？对啊。坐缆车。等一下有罩子。雪变大了。嘿呀、啊。今天就会超级的。还是明天是普通大，后天是超级大。搞不清楚。是说前面雾的是雪还是雾是？
象中我们要切去三只神的那条路啊，嗯，在去年来滑的时候，嗯，它积满了雪，就是积到快要到膝盖那种深度，嗯，对啊，回去看影片就知道。这个地方到底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很转啊，侧爬上来啊，好，加速冲啊！哎，为什么那边的人都走过来？拼，有人在走。
们之前做的是这个吗？啊？没事。那是多少？我们之前坐的缆车是这个吗？哪个？对啊。我的，嗯，好，没事。我还怀疑他只开低的没开高的。嗯，没错，四个人 ，OK。下一段。这次这个就跟上次一样啊。上次来的时候滑这个鞋厂就整个就长这样了。你们是有跟人喝咖啡啊？有啊，就是因为下雨还是什么的，就冲到这里了，就在里面卡，就在里面撑着。所以我不忘记是坐车回去还是怎样回去。有一次坐车回去了。就滑到对面。对啊，也不是滑到对面走。为什么坐车回去？觉得太累了。因为一直下雨还是怎样？下雨我们出去也要淋雨啊。总之搞不清楚。我看一下 GoPro， 还好哎。有一点嘞，你的有一点嘞。在脚胶啦。后面越动，你先过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这样，那我嘞？你没有？真的没有。不过你的面罩什么的正面开始有积雪了，我们就贴，我们开始累积正面的雪了，就一直粘上去了。果然高级旅馆，这里智鹤高原也是有喷枪的，你知道高级吗？还有雪，会有六只。六只，这边三只，那边三只。对啊，那边有六只喷枪。不过那喷枪出口好细。好像动力不是很够。有啦，也很，因为我这个抱着这个东西。我就是喷中间啊，有一块喷不掉。我也是有喷不掉。对啊。我有用手吐一吐看看。就用他那个头吐一吐啊。就是这里要转弯嘛。是啊。白芒果蜜饯。那个馒头是否被埋起来？神奈川还在吗？没，路口那边他有写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雪道上都没人哎。应该没有封闭吧。总之还是要切过去，切，嗯，这里切，从这里一个洞切。那落地才切哦。啊？我之前好像没有落地切，我很高才切。不过这里你看，感觉血迹很厚，从这里切怕会没速度，那就从上面切啊。搞不好明天就要来这里做松雪练习了。不能来了。啊，对哈，那明天就会去那个。我说那个就不能来了啊。反正有松雪，昭和山也会有松雪，只怕它滑不够力。那里还是馒头区吧，看都看不见，眼睛看不到的馒头区，会不会反而我们就滑得过去？是吧？走啊！就是身体在那抖一抖。机会喽！我没有，我没有说要，我只是说，是眼睛看得到比较难滑，还是眼睛看不到比较难滑？高高低低的高度，对啊，所以就会放弃它，就会喂，身体吸震，理论上是身体吸震就可以了，实际上我们会身体僵硬。那我们从左边切斜的切下来好了，还是那条路已经松松了？这条吗？那就是走左边啦。然后右边就是那个被人家铲整过的右边。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？都好，走左边好了。好大的雪啊！已经3:15。对啊，就是要回家。还好你也不用滑啦。对啊。就是滑回家就是。就是这么的，粉粉的，动不了。
边吧，对，我现在看错边了，你先。对对对对对。往左边，往左边。下面一点点切过去啊，不是下面啊，就是我们平常切的地方啊，平常切的地方在这里啊。在那边呢、啊，哎、欸，那边啊，那一边啊，对啊，从。啊，我正在慢慢的下降啊，我在练侧降啊。有点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走过头了？这里就是馒头啊，太快，没有啊，
边过得去啊。就继续滑啦，我们去年好像不知道可以往下滑，所以去年用力的横穿过去，往下滑就好了，往下往右，然后就去搭就去回去了吗？哎、欸、过桥往下滑的，不要了啦，就回去了，就回去了，我都看不见的 family 耶。对啊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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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它剪下来不就好了吗？剪下来，那还要你那里面好大哦。但是我现在要学好多。对啊，你真的要这样，你的手会很冷哦。好啊，那你录啊。你要怎样？你要录到过桥为止吗？明天不知道啊，沙河山照样滑。粉哦，地上好粉，这里这么深都是粉，因为地上好粉哦。对啊，那么小，多少？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吸管，吸管，时间够的话，吸管再滑一次。反正那个 lift 到四点嘛，要不要？然后滑一下粉粉看。对啊，好像这样一下已经一公分了，好粉哦、喔。这边没有人滑过，然后当下的好像已经累积起来，前面照上都是冰。哎，那包括嘞？包括 OK， 我这边呢？
镜头 OK 就好，其他的不管。怎么都看不到。但我们有吸管，还要再一次。我看还是不要好了。对啊，算了，我算了啦。嗯，算了。太雾了。你说我们这近年来也有这么雾吗？有、哦。高天原那时候，七七恰恰，七七恰恰，很猛哎、欸嗯，哇！所以我刚刚想要拍照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身上的血怎么拍都拍不干净了。哎呀、啊，没办法拍干净，我没有任何。对啊，这么多这么多，感觉一瞬间就一公分两公分了。走吧，我拍掉，然后看看。我觉得那个雪场。气象预报的那网页，搞不好会写明天就说新雪有十公分之类的。好多、哦。我们才坐在这上面，他刚跟我们找干净的。嗯。现在我们裤裆间已经结束了。对啊。如果是台湾的话，这就是下大雨了。看不到路。对啊。不过。我没有说要滑，我只是说，不过我猜烧耳山没这个问题，因为它两边都是树。没有看见。应该是。可能是在下。我现在也看不到树。对呀、啊。好大。真的没有，真的镜头上没有吗？现在没有。我在这边呢。对，没有。对啊。这种温度会不会其实是勾破自己的顶度？加油加油！到右边是吗？没有，我到你昨天这样讲。没有。昨天不是说要试着？应该是都可以走。对啊，应该两边都可以走。没有，我走右边。好，那我也要走右边。哎，好像下雨一样哦，它就一直下。完了，我们都要没速度了。啊？就滑、啊，我那我先滑、啊，棒棒来抓好，好像其实直直滑就好了，不要减速哦。对啊，因为这粉雪就会帮你减速。现在就开始冲，现在就开始冲，对啊，还是走前面好了。你低头看看你的脚，对啊，是不是不用减速？你要拉吗？
太粉太粉。那一段搞不也要努力抽，对啊，也要努力抽啊。而且整个雪道都没有人滑过的那种，因为刚刚下二十分钟前下下来的。我的这里不知道有一些黄色的东西在外面啊，里面这里看不出来，里面吧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恶心，黄色的。啊，好大。超厚，我看镜头 ，OK。哦，你有？我没有吗？你完全没有。我看一下你那边。确定吗？我是在看，看不出来你剩多少，好像剩63分钟。新雪，那这样就是去奥林匹克。你猜猜看，明天人会突然变多，还是不会变多？明天礼拜五，应该不会吧？到礼拜六有比较多。六一定会变多啊！我是说，下大雪会有人冲来这里吗？不会吧？特意这样，我猜有这种的。他不用上班，不用上学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 Cortina 就是那种啊，有大雪预报。我觉得雪现在比较小，还是真的跟树中间会。应该，我啊，你说比较小，你说可能见度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因为树很近啊。你用前面来当指标，还是看第三个缆车也是看不到。回去只能一路直直滑回去了。先帮我开干净才要进去哦。嗯，好、啊，这一定应该要了，因为太粉了。滴滴掉掉滴滴掉掉。所以我在想，我的橘色手套到底在哪里？还是我根本就没带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带。你帮我多带。帮你多带了，我这树是之前用过都破掉了的，还好现在都很冷，都不会进水，如果进水就不能带，要换，需要换，可能就不会穿。我那时候都喜欢用喷枪把这个喷掉，喷喷都有水，喷喷喷。上午大晴天，出太阳。今天预报蛮准的，
他说晴后有雪。应该没办法滑吧？可以滑，照瞎子在滑一样，就是看不到，反正就往下就走。没有进步的感觉。听到个声音，看我的镜头。不连上去就飞走，那就没差，飞走就没差，你的完全没有。哦哦，那个洞都是血的。不管，你的洞其实也是，不要去动它。那还要先拍啊，进去先拍掉。多，我们现在脸上有很夸张吗？有啊，你现在可以帮我拍一张脸，就脸全脸结冻的照片。好啊，好啊。就是我们滑回南馆门口外的时候。好啊，好啊。我在那看气象预告，他也说东西，也说东西，我画了一个假的，有啊，东西本来就会啊，只是很少啊。对啊，所以我问你要不要滑是西啊？来一次好了，就这样子冲过去。因为明天就被压迫。对啊，冲啊冲啊！
看你摔倒。我看你摔倒，看一下。你刚刚为什么摔的？后面撞人吗？啊？撞人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不是往前扑吧？你刚刚怎么倒？突然变慢倒的吗？就是卡，有点卡到脚。来看一下有没有血，可能有。我有。没有血。我有扑下去。哦。好啦，回家吧。摔倒，对，看着看着，然后我就看着我看摔倒，哈哈。欸，其实好像就是直直下，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不要，干脆就不要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。多绝！你要再一次吗？没有吧？不要了。好，回家吧。也不要了，也没有，就是用不着了。就回家的路说不定也有啊。对啊，就用回家的路就够了。对啊，那你哎，我教你哦，我教你哦，回去的时候啊，就轮流踏踏踏踏踏，不然前进不了。真的。对啊，我就一直这样子，一直小碎步这样子，一路到那个缆车站。到这里。因为回去那一段真的太平了。痛痛的，刚刚有撞到这里。撞到，怕跪下去。哦，跪下去。回去看我影片，人是反过来的。啊？你竟然好久没表演的那个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反抓地，但是就是反过来。转过头，那就是哦，你另外一只脚被卡到了那一瞬间，要赶快抬起来。血太重，对不对？知道，就卡到了。应该是血太重。它有一些血有点重，蛮舒服的。而且现在是不是没下那么大？嗯，好像是过不上了。没有累积这么快。对啊，现在就比较小了，刚那一波大的。松啊！希望明天风不要太大。风太大也是吹得乱七八糟。嗯。从八方坐车到，就是用坐车的距离，它跟五龙多远啊？其实八方，我们不是去吃过那个三神食堂吗？三神食堂已经是偏八方的一个边边了嘛。再偏过去一点，就是五龙。对。我猜3公里以内吧。那边是有个叫 Echo Land 什么的，就是会有很多灯泡。Echo Land 就算它的腹地了。Echo Land 可能坐 Echo Land 就可以去滑滑五龙。怎么去？走路去啊？不知道，可能两个巴士站嘛，就是 Echo Land 下一站可能就。我的猜测。我之前坐那个巡回巴士，没有经过巡回不会过啊。1号、2号、3号中有一个，有两个会过。我觉得天好像变亮了。刚天太阳。而且雪真的也变小了。对，最后的那一阵已经过去了。
哦。我看镜头，没有。你也没有。其他地方细缝的地方积了一些。抖就没了，回去再抖，现在一直在累积。上面怎么感觉风是横着吹的？对。我一只脚有，一只脚没有。来不及啊！太快了。你先滑，你先滑，就直冲啊冲啊！你可以一直直冲吗？我就说啊，五公分的吧。对啊，可以吗？稍微左右一点波动就好了，学有个重量哦。知道了。
你上半身太倾斜的话，刷子剩一根。刷子。还有一根哦，你说掉到下面了？对。那我去拿吧。在下面耶。你说走不过去是吧？用那个，你用杖去勾它。啊，手。看可不可以？试试看。快了快了，我知道怎么放这个雪板了，我把它勾进去了。欸，这次换方法的，一下一下，你看这样，提起来一点再放下去就好了，这样很好。好，来刷它。大风雪。鞋子嘛，你就说鞋子要包东西。哦，真多呢。上面写着南管飞路，好像差不多。现在就在脚上。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我要进去。这样子。好，还有勾破的洞，勾破的洞。哎，你还帮我拍一张照，先不要拍我的头。好。有冰封的头的感觉吗？你要把你脖子那边外套的脖子拉下来。欸，不用拉，好。你是多大？不用这么大，不用这么大，看不清楚的。远了就小了。好像看起来还好。哎呀，看起来没有那么 impact。我会让你投低一点，好，这样，因为你还有缝缝当中也有。哦，那你要要？我要吗？你是前面结冰。你也是啊。一二三，一张就好。好，关关关，然后帮我处理那个洞的附近，线的洞的附近，我侧着你敲。出来了吗？我觉得还没有。怎样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干脆把它拿出来好了。我一直害怕门开关。对啊，让它继续开关。哎，好惨哦。还好啦。你就把它敲进去。这样敲是往下掉，不是敲进去好吗？依照惯性是往下，不用啊，差不多啊。你的外套都结冰了，哦，你这个好硬里面吧，好硬哦，好夸张哦，你这
怎样了？它结冰了啦！领口，真的，你不会真的穿得很奇怪哎、欸？你为什么内里穿在外面？怎么内里穿在外面？你现在穿的是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不管你不要这，干嘛一直推我、啊？好了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终于快冻僵了。你身上，那我帮你拍一拍吗？你拿我的背包倒一倒就好了。等会帮我贴帽子，你刚好帮我贴帽子吗？没有。帽子也都洗。那我现在，哎呦，我的外套，我的还没啦。什么东西？天哪，你的帽子，你给我走。在找他，好多好多，就是很多哎、欸，你刚也很多，对，就直接翻开来倒出来。我正在倒啊。好了。那我再检查一下你。呵呵。这种已经都翻开，对，几乎是翻开的。好的好的。你的反而是被我翻开的里面。另外一面吗？对。这个头安全帽的勾勾里面，那个就算了。H 回到房间，它就变成水了。好，我找了。对呀、啊。是啊，是直接结冰。对啊，你自己的篝火也要清一下吗？嗯，我看看哦。先清帽子，看到会不会是水花吧？呵呵呵，我的帽子也是吧。你不要摸到我身上。冰块在哪？我来这边抖一下。上面结了一块冰，原来如此。下
下面也结了一块冰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可以可以。谢谢。对啊，上面下面都结了冰，口罩。口罩也是冰啊，下来去晒一下。老爹，倒了一些雪出来，什么东西啊？在这里。正前方，哎，这块整块湿掉了。再看这边，差不多了。